放完之后，乱吃的时候再放下去的话，它会红光在丝的后边，没有在丝的结尾，在丝的后边一点。我们需要改动一下。回抽距离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断丝之后，丝在我们红光在丝的后面，没有在丝的中丝的起头，所以说我们要调一下它的回抽距离，要往上调个4个毫米，2个毫米，然后调完之后点运行。看到它有一点改变，还是需要调，调它这个回抽距离，还要调大一点。两次调零点零，用的是两个小时，就是这些。然后调到。开始吧。嗯，早就开始了。这是我们的切割嘴，带切割功能。然后呢，把摆动调为零。嗯。摆动调为零，然后摆动频率不用管它，然后把送丝关掉，就是这里。看看这里。就是把送丝关掉，摆动调为零，然后用这一个摆动方式。功率看你要切割板多厚，开多大功率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切割。哎，不行，气一定要大，气一定要开大。我们切割一下看一下。前头挺紧的。